接触一下以后啊，双熟。等一下，再一点点红褐色，所以看到会觉得很好。哎呦哦，所以我们会跟他们。那有开车的人要特别注意哈，如果我车子停在这边，下面的那些果实掉下来会有乳汁，你那台车绝对外表就要让人家去洗美容，大概要1000块以上，因为它的乳汁会粘连在那个车子哈，会让你自己洗都洗不下来，那么强、啊欸、所以每次到了看到这些血桶我都会告诉开车的朋友不要停。嗯，这一台不知道啊，因为那边没果实，还好啊，就不会。那它的乳汁也是白色的吗？它乳汁呀，哎，去折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不行啊，等下我洗。又要1000块的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不会那么严重。你们尽量走阴凉的地方。好。我们从旁边会看到很多绿竹笋哈，那些绿竹笋你有没有发现？早期你们如果来过这里，它长在那里，它从来不会移动，它只会多的家族出来而已，多一代、二代、三代这样子出来。